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海报。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，首先把两个角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角对折，展开，翻到背面，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边对折。捏住两端，把它挤压到一起，这样摆放。下面的边折向中间的折痕，展开，撑开，左右两侧往里收。这角翻下来。翻到背面，这一面也一样，把这个角往里折一小段，上面距离上面的角留出一小段，然后这个指数线与中间的折痕平行，大概的平行就好，这一侧也一样。然后这个纸塞进这个指缝里面，这个也一样，把它对折，从这个折痕稍微靠下一点，把它往下折，这个边对齐，展开，撑开，按照折痕压进里面，再把这个往外翻折，把这个角捏起来，这时候这个角与这个形成一个角度，形成这样。把前面撑开，压下来，形成头部，尖角往里折一小段，把这个角撑开，往前翻折。再把它撑开，压平，另一侧也一样，撑开，往前翻折，再把它撑开，压平。后面的角撑开，往下翻折，再把两层纸分开，后面的角撑开，调整一下，这里这个角也一样，撑开，调整一下。这样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子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